主演韩版花样男子的金范7日在港出席早前为代言品牌拍摄的微电影《再见首尔》的首映礼活动。金范前日访港时已是笑容千放，当日他也同样表现冷酷，鲜少展露灿烂笑容，只淡淡勾起嘴角，微笑王子之称果然别有一番，名不虚传。今次金范主演的微电影讲述了一段两小无猜的纯恋，后因异地恋导致分开，但现实中金范对此却觉得不是难题，对未来太太的设想也不拘泥于韩国人。아니요그런경험은없는데요그런경험은없는데뭐충분히가능하다고네생각합니다사실나이가어려서결혼에대한구체적인생각을안해봤기때문에아직까지는잘모르겠습니다金范自出演韩版《花样男子》后，在亚洲一炮而红，最近更进军中国市场，参与杨幂当制作人的剧集《We Love》，前景甚好的他还表示，希望很快有机会拍摄港产片。네또뭐다른기회가있다면홍콩에서도영화나드라마를뭐찍고싶은생각이물론있고요또그런것에대한거부감은전혀없어서기회만있다면또홍콩에와서네작업을같이해보고싶죠